在圣诞节的前夕，平安夜不平安吗？台东县政府在24号下午出现了快闪族，有人在找 Sra， 并且县府广场还有救援队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是阿美族守护联盟特地成立了一个名为 Sra 的救生队。行动剧每个地方都可以表演，哇！因为今天是平安夜，那在很多原住民的心里，其实一直都很不平安。因为，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越显得我们非常的焦虑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土地了。今天这个行动叫做寻找斯拉，那斯拉其实是什么？它就是土地。然后在这个大家都在欢庆的时候，在平安夜里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想要问一下，这个大家有问过我们到底平不平安吗？原来是阿美族守护联盟特地成立了一个名为 Sra 的救生队的组织来执行救援的任务，而其实话题有关于美丽湾的议题，不过也蛮有创意的，让不少媒体拍到了这个快闪的特殊行动。以上是由记者杨国柱的报道。太久了，我们决定要来解救他，对不对？对。